为了提升饮食文化，甲日常生活的融合，湖北科技大学发起前景在地跨越实践 USR 计划，以贯穿五系团结以及新住民四大方向，让学生来执行，并且伫今仔日举办成果展开幕大会，也期待透过计划执行，会当串联无同款领域的专业，来达成饮食城市以及社区的目标。为了提升饮食文化和平时生活互相融合可能，湖北科技大学是发起前景在地跨领域实践 USR 计划，并且在今日是举办成果展的开幕会。其实是最主要展现跟社区之间啊，合作的这个计划成果啊。其实，核心的概念呢、啊，就是文化永续在地固着。我们希望，过去。学校跟社区的合作能够持续下去，然后慢慢让整个社区能够活化起来。此次成果展是用贯穿五系团结以及新住民等等文化，让学生仔来执行计划。透过执行的过程，让学生仔将平时所学习到的专业来实际应用，并且为每一个案例内底去发现甚至是解决问题。当我们在做在地固着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回到在地的现象。那在地里面，比如说云林，它有五系，比如说，云林有眷村，这两个是我们最主要的聚焦的焦点的部分。另外，我从小也是在湖北长大，那我们从小去看很多的手工的部分，那慢慢它在消失，可这个有没有在跟新时代里面在做一个整合的可能性？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三个。另外一个我们在云林最看到最多的现象就是新移民女性，那所以我们把这四个最主要的社会现象把它一起来，然后用文化的观点把它聚合在一起。同时，这个计划更加是期待会当串联无同款的社群团体，就促创作人和环境的多元可能。台湾学生学习很难去接触在地，那我们希望把它带到整个社会的真实里面，然后去发现问题，甚至是解决问题。我想我们一开始没有说要解决问题，我们一开始就说他如何发掘问题，那个四个领域里面，四个焦点里面有什么问题，你自己找出来。前景在地看领域实践 USR 计划成果展就会展出到12月3日，欢迎有兴趣的乡亲会当前往参观。记者林佩莹采访报道。